国的小姐姐家的丸子头这么好看，而你家的丸子头就像春姑一样呢？哦，原来你和女神之间就差了这一步，赶紧一起来看看。好啦，发型教程来咯。首先呢，把头发分成两半，用橡皮筋扎两个低马尾，扎好之后呢，头发中间挖个洞，然后钻进去勒紧，这边也是一样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把后面的头发拨蓬松，接着把后面这两撮头发这样绑个结，然后如果你的头发比较长的话呢，就再打一个，然后呢把它们这样抓住，用橡皮筋固定。 OK， 扎好之后呢就是这样的，侧面看起来非常的饱满。最后一步一定要卷刘海，不然的话你就算扎得再好看，它依然还是很像大妈。穿这种大衣也显得超级温柔的哦。最是下次的人潮，老眼纷飞，肌肉的夜里泪两行，竹短衣寒长故人自难忘，你爱着谁，尽不了几道伤。你学会了吗？学会了记得帮我点赞，这条视频点